哇！大家好，我是一星。这一期呢，就给大家看一下上周六的一个排队的一个收获。这就是上周末我知道休斯顿的宜家还有库存的时候，就在排完那双椰子500灭霸配色之后，就赶紧冲到那个 IKEA 去买了这个 Off-White 跟 IKEA 的一个联名的地毯，但其他还有很多东西，但是我觉得就这个地毯是最值得的。很多人想买没买着，所以还挺幸运的。然后当时我又还有同事在那儿，所以说我们一起拍一张这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。就是我们一共拿了四块地毯，最终我们其实每个人只买一个，我们一共有三个人，然后最后靠我们瞎跟那个店员说，终于把东西给拿出去了，不然他不让你走。所以才有了大家片头看到的地毯和那双EZ500。这次的这个地毯呢，相对于来说上次的那个特别大的2米乘3米的，我更喜欢这个，因为一个是它的材料是比较长的那种毛，不容相比较而言不容易那么掉毛，而且这是一个特别好看的绿色，我会感觉更喜欢一些。感觉还是，而且零售价大概200多美元，其实相对于来说在美国这边地毯都挺贵的，就不是联名的 IKEA 的东西也都那个价格，所以我觉得买一个 Off-White 联名的就还非常的值。这是我周六的时候，上周六的一个收获。那当然其实我那天是去排另外一双鞋子的，就是这一双。这双椰子500，俗称叫紫薰衣草紫，然后也叫灭霸配色，因为它的下巴吧，灭霸的下巴跟这个鞋的颜色和尾巴这儿就都一样的。当然排这双鞋，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去排鞋的人。我觉得像凌晨几点去排一上午就实在是坚持不了，我还觉得睡觉更重要一些。当然这双鞋我其实也没有去太早吧，因为当时在那个阿迪达斯的 APP 上面已经注册了，然后被选上了可以去参与排队，然后我就说赶紧去吧，然后就8点多才去的。去的时候前面有20多个人，然后到我的时候小码已经排光了，就只剩下最小的码，就是这双9码的了，所以我觉得拿下吧，反正我觉得这双鞋，500怎么说你也不会亏的。500的话，一个是发售的样式比较少，价格也比较算是椰子里面最低的吧，200美元。所以而且这次的配色还挺奇葩的，挺奇怪的，就是这个紫色的。相对于来说，之前好像没看有这种这么奇怪的紫色吧，所以我觉得怎么着也是不亏的，就买到这一双。其实相对于350和700来说，500这双鞋是一双性价比特别高的鞋，而且它的舒适度各方面来说也都蛮不错的，所以我觉得是我自己有一双它的 OG 配色，穿着也还挺舒服的。但是就是给大家建议，就是如果大家想买350的话，肯定是500的话肯定要买大半码的，因为我之前买的是我穿 8.5， 同样我买 8.5 就也能穿，但是有一点小的感觉，所以大家建议大家买大半码。然后目前的这双鞋还没有在国内发，可能我还不太清楚国内什么时候会发，所以但是其实 resale 价格也就那么回事吧，所以也不算，毕竟现在鞋市这么凉，椰子那么惨，所以大家想入手的也可以，想着急想穿的早买早享受的也能在读上面买呀什么的。这就是这一次给大家这次破天荒的周六去排个鞋，然后买到的两个东西，我觉得还挺高兴的。然后最后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吧，那么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